哦，我是 Gavin， 是我们就是软件订车服务的啦。所以之前在 Facebook 里面呢，听到老师说的种种东西呢，哦，就觉得哎呀，老师啊，是一个很爱好练的人啊，这些啊，我看很不顺眼的。但是就是为了这样子，我要了解，哎，这个人好像很有挑战性啊，哦。所以我要认识一下这个哦，这样好练的人到底是怎样？我们是用钱买人家的资讯，买人家的经验，是值得的。所以今天来哦，是觉得超值得，因为我上了三天的课程，从第一天我已经吸收了哦，我68%人生不会的东西，增加了我的经验，哦，然后到了今天哦，我觉得我已经学了，哎，原来我进了这个课程哦。我至少增加了我88%的东西，我原来我还是属于井底之蛙，哦，这个世界那么大的，但是今天我学了很多东西，哦，是超值得的，所以觉得老师，付出很大了，因为这个是 exactly 跟我的这个处境一模一样，我这个团队也是我在帮他们，哦，我才有今天的这个招车服务的团队了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